各位台东的好朋友，大家好。11月份是地价税开征期间，那我们的税单在10月底之前就寄给大家了，请注意信箱哦。那如果你还没有收到税单，请记得跟税务局来联系。那事实上，在补单的管道很多哦，各县市的税单可以在我们税务局补单，也可以到各乡镇公所去或我们县民服务中心。那事实上，我们今天一早很多朋友已经到税务局来补单了。我们现场呢，就有我们代收税款处可以为大家服务。那每一个纳税人呢，在地价税的这个税单上只会收到一笔，同一个县市收到一笔。那提醒大家，今年呢，因为11月30号是假日，所以我们这个缴纳期间到12月2号截止，请记得准时缴纳地价税。超过呢，会有增加滞纳金的负担，所以提醒各位好朋友，准时缴税才是节税最好的方法。请上我们的官网了解，或到我们税务局柜台这边来缴税。谢谢您。